那先生就是在后面，他这样子照他们。所以地震发生后，你跟他们联络都联络不上。联络不上的。星期三早上。7点8点的那个时候，是媳妇传给你的是吗？他是儿子，是他到哪里他都会传相片给我看。哦哦哦、他有传LINE还是什么？传这个啊，之后就没信息了。所以这是他最后一次上传。对，这是最后一次上传，之后就是他地震就都没消息。那我们会尽全力来做这个事情。多保重。太多了，就比哇，像子弹一样啊！我上面这样，不要跑哪里啊！哇，我们都快了，沙发，我们就坐在沙发后面了。